如果签完名之后呢，请大家一定要移动脚步到我们摊位里面的这个华硕指定机种这边呢，先来体验一下刚刚他辛苦教大家的四大功能。谢谢。他很怕大家呢可能还不会使用的话呢，他希望大家一定要会这四大功能，所以请大家呢这个拍完照签完名之后呢，请大家移动脚步到我们摊位里面先来做体验。那如果您不会这四大功能的话呢，我们现场超晃的工作人员来帮大家做协助，所以请大家呢这个签完名之后呢，请移动脚步到我们的摊位里面呢先来做体验机种的部分。